SBL 明星赛，白队晃晃，三洋开泰打爆红队。加油，全力白队加油 ，OK。看戴维斯喊得多起劲，因为大家所期待的 SBL 明星赛明天31号下午3点在新庄体育馆登场。这次明星赛浓缩成一天，但是该有的灌篮大赛、三分球大赛以及红白明星赛都不缩水，届时还会邀请中职的 Namigo 4位球星共襄盛举，连人气红不让的 Namigirls 也应邀出席表演。以富邦达新金九3队为班底的明星白队，昨天在练习时已经呛香，要以陶斯戴维斯佩尔3名洋将摆上场，要以三洋开泰的战术打爆红队。再来看看红队，一个老没有啊，就一样秉持在场上的那种态度，然后让球迷就看到什么比赛的。台皮刘晨昨天在练习时已经预告要在明星赛展现拼劲，他对自己能在这次 SBL 明星赛票选荣登明星红队的人气王感到意外。就意外，就感谢球迷这样。那其实球迷选出来这些球员，就是要看他们的表现。我相信，包括刘振光主任，所以他们上去以后都会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。斗新闻综合报道。